影像蜡烛加传送门，让你知道你想去的地方。大家好，我是拍摄专家 Logo。 昨天接到粉丝投稿，说用影像蜡烛录制影像，进入木土传送门的瞬间结束录制，你会直接传送到关于著名景点橙色海。然后我就抱着好奇心试了试这个过程，点开影像蜡烛开始录制，进入木土瞬间结束录制，我就直接传送到了一片橙色的海域，而且还不费影像蜡烛的数量，别说还真管用啊。好奇心这么强大的 Logo 怎么可能止步于此呢？我用同样的方法测试了其他五张地图，陈岛传送门直达陈岛石山左侧，越野传送门直达陈岛开始的地方，峡谷传送门直达雨林开始的地方，雨林传送门直接蹲地，唯独镜格传送门毫无反应。这个功能真的可以啊，适当利用这个技能跑图会节省很多时间。但是以我的性格，怎么可能会这么草草结束呢？用这个方法，你可以继续挖掘大地图里面的其他小传送门，就比如雨林隐藏地图终点能直达粉色云海加梅花庄、圆梦村入口能直达恶魔城、霞光城传送门能直达落日海、峡谷终点入口进去虽然是正常的，但你只要从这个门出去就能直达千鸟城。自己一个人没意思，两三个人也是可以的，反正只要一根影像蜡烛带你们不费劲玩遍各种风景打卡点。当然还有没有挖掘到的其他小传送门，你们可以用这个方法继续测试。好的，我是陆哥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